全ての光よ、力よ、我が右腕に宿り希望の道筋を照らせ、シャイニングストローン。来了，欢迎回来海庄之旅。那今天我们去打架，我们来爬排位。今天的话最主要我们等一下会来爬一下我们的排位赛，就是目前的话积分大概是1200啦，然后我终于有在我们赛季里面终于有排上名号了哇，我是8976名这样子。那这次讲过讲说这次赛季看能不能冲到前就是3000分以上啦。那老实说有点困难，因为我1000分以上真的很难打，我大家的那个战力都很高。 OK， 那等一下介绍一下队伍的一个资源力的部分。好，那今天的话最主要前面的话我们会先来抽奖啊，我们来抽卡哇，我们就是天选之人。那今天的话在我们9月8号的时候，我们有更新了这次的那个电影版的一个特别活动的第4波，就是我们的那个电影版的一个那个娜美哇，真的是超级漂亮的那个娜美，然后还有一些那个金块的活动可以换一些东西。那如果是新手玩家的话，如果是跟我一样的话，这些东西绝对不要错过，就是这个金块。然后金块的话跟之前的活动差不多啦，就是可以换一些特效球啊，换一些钱啊，换一些铁锤哦，这种东西对新手玩家来说真的是太缺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来抽奖。那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当做一个收藏啦，强度的话等一下再介绍一下好了。强度的话这个我们娜美，那娜美的话这次抽的话是总共有5档，然后每一档的话是50钻，可以抽11抽，然后抽到第5次的时候会保证一个精选角色。保证精选角色的话那该就是保底娜美了，因为精选角好像那个几率有提升就只有他嘛，其他部分都没有他，然后其他的一些四星角大概都是比较就是平庸的啦，就是那个凑资源利用的啦，没有一只是实用的这样子。所以如果你能单抽到他的话真的也是赚这样子。好啦 OK， 那娜美的话介绍他角色好了，来看一下哦，真的是漂亮，超级漂亮，蓝色夺宝角，然后整个的一个例会再加上开高叉的一个网袜的一个造型，上半身这次有穿还是没有穿呢、啊？然后那个头上戴的帽子很像那个很像那个呢，以前像是虎克船长戴的那个帽子，还不错，我觉得这个例会超级漂亮，我觉得比之前那些的例会都还蛮有造型的。好，技能的话来看一下，它一技能海市蜃楼一样透明，跟我们的那个面条黑一样，然后不会被看到，不会被别人锁定，然后拔旗那些的时候会有解除的效果。那二技能的话是打雷，打雷的话造成闪电，造成触电，然后造成那个移动速度减慢的一个效果。那在它的话等一下会放一张图，就是我们一个那个讨论版有个 M 大有 po 了一张它跟那个我们的隐形黑去做一个比较，然后老实说隐形黑好像还是比较强啦，但是以女角来说的话毕竟还是比较强，所以如果喜欢玩女角喜欢偷拔旗的话，娜美这个还那个什么剧场版的娜美其实是还不错的。那角色的特色的话，攻击别人会触电，然后跑速的时候，然后变成隐形长状态的时候呢，移动速度会增强 20%， 然后自己的区域财宝内没有伙伴的话，会直接把那个夺取速度会到 50%， 增加 50% 这样子，然后再来是触电的效果。那另外的话，一技能冷却那个体积在 70% 以上的话 ，OK 啦。那简单说，如果要跟面条黑比较的话，一个是传奇角啦，然后这个是剧场版的特定限定角通用角，所以好像你也没有办法用其他方式再取得了啦，所以这个东西的话过了不知道官方有没有复刻，所以至少抽一支拿来收藏一下。那那个开技能就是透明发动的一个条件的话就是开技能啦，然后在透明时间的话面条黑是比较短一点，那它的话好像有14秒吧，刚刚它这个海市蜃楼这个玩意有14秒，然后再来是 CD 时间， CD 时间的话隐形黑大概是50秒，然后它是58秒这样子，然后剩下的话大概就是面条黑有护盾，然后攻击的话它是远距离啦，然后面条黑是近距离这样子，就隐形黑是近距离，然后回体力条件这些都不还好，不是太大重点，所以最主要是隐形的时间还有 CD 时间，那大概是就是到最后30秒抢旗的时候，这个东西的话偷袭其实还蛮好用的这样子。好，来我们来抽吧，我们身为我们的天选之人啊，虽然说是250钻就有一只了啦，但是尽量还是比较那个，要不然哦250钻抽一只这个其实也挺浪费的。好来，真正的决斗者抽，好久没有抽了，我在等传奇角哎，来一发入魂，牛逼啊！美宝箱啊，跨赛黑旗啊，真的是看得我都心寒了。哇，干，真的全空哎，干全子全 GG， 哇，50钻丢水里，哇，你真的是算你狠。来吧，100钻，给个机会大哥，伙伴惊奇，金箱。惊奇有好，最好是来个蛇人夺宝角，哎、欸，27，好啦，至少有一些东西了。哎呦，哇，这是我第一次全员到齐，走，来开箱。这个是啊，你去10，
啊，好，乔巴干得好。然后娜美啊，不是你。然后亚尔丽塔，恭喜你。然后骗人布，这个是骗人布。看，也是夫，干，真的假的？全到齐耶，来了，蛇人多包脚100钻，哇，帅呀、啊！哇，不错不错，哇，这个例会相当漂亮啊，哇，不错不错，没有娜美不停手，哇 ，OK 的，好，再来，这后面就不是重点了。那弗洛克达，好啦 OK 啦，那至少有中了一只，哎、欸，算是100钻了、啊，抽一只娜美也还算 OK 的啦。来看一下人物例会，哎呀，很漂亮的。好啦 OK， 那这个东西的话，派上场应该是不可能啦，因为我们心数太低了。那当收藏是 OK 的。那后面的话应该也不用抽了，还好只有100钻，算是挺省钻。后面保证四星，这一次的四星里面，完全没有一只是用得到的啦，吉贝尔啊这些东西，战逃完，嘿，好 OK， 至少我们有的该有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去打架吧。好，来开战吧！啊，我们来打战斗八好了，因为战斗八快结束了，那我们来玩一下。玩完这次应该之后就不会玩了。再来新地图啊，上次我们是用那个传奇角嘛。这一次我们要用我们最强组合啊，狗哥呵呵配我们的红发啊，我们来虐菜一下，也不算虐菜啦，就是之前用60级的那个有点弱，然后我们用看我们的完全体啊，试试看强不强。来，战斗吧，其实打起来很爽，而且也不用担心输了会掉分啊，这个就是一个让大家自己练练技术的地方，还不错。哇，开打了，来，哇。哇，开人家后门啊，哇哟、哎！哦，来了，进战场，开战！啊，我狗哥输过人吗？我狗哥不要面子的吗？我狗哥不要面子的吗？哎呦，我狗哥不要面子的吗？哇操！你们很该死哦！这他妈到底谁在打我？你们有烦不烦啊？你们，哇，这战况如此之混乱，哎、欸，奥到了，来，哇，七进七出，哎、欸，这家伙是敌人吗？哎、欸，撤，来了，哇，憋到大绝出来，哦，又放大绝了，哎、欸，没中，来不及三飘、啊，我操，我终于死了。啊！真假的，打这么久我们是输，我们在人家混那么久8000分，我们在人家混那么久，哇，两次直接奥斗，就有8000分的，不干掉就说不过去。短刺，哇，短刺突击，我、哦、嘎，我好猛哦！哎呦，狗哥，剩你这个6000分的。哎呦，来6000打4000，乱七八糟的，还来，哎，我们缓一缓，来了啊，胡刺，哇，直接飞走，啊、对，我还有谁啊？哇，我们还有那个，哇，世界终于清净了。哇，战斗八真的很爽！来，哦哟，我干，叉菜！哎，起来，就是你了，该死的鲁夫！短击毒刺，哦，5000分的，最后再来开个大绝，死吧你们！哇，搞定！哇，干，很强啊，6000分。哦、很爽哎、欸！天哪、啊，哇，不错，我总感觉战斗八比较适合我。哇，7400哎，哇，讲 OK 的啦，哇，10000分。哦哟，不错，好够。来嘞，再来开战啊！全村的希望就是打爆对手，对面差不多啊。哇 ，OK 的啦，打战斗八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啊，打得爽就好，而且是。主力出手，哎呀，像刚刚那边打那边混战到不行，然后也是输别人8000，还要后面再追回来。来咯，有雷利哦，然后我们有白胡子哦，攻击手哦，然后对面有那个3000世界的索隆。
好，开战，走。那我们见识一下我们狗哥的威力啊！来了，杰哥。我玩了这么久，我会不断死。原来他们说神兵好神的。来啊！哎呀，奥多，来，小明威，不是你了。我操，傻小。哇，你这是哎、欸、看啊，我被人做到了，呵呵看，看我飞到哪边来了。哎、欸，就你，就你，就你。不欺负你这冲不过去，好死！哎、欸，死光了！看，那我做大炮过去好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再我一层，看，干小气鬼，不在我一层，不在我一层，我就打爆你！我靠，谁呀、啊？哎呦哎呦，三只哦，有雷利哥哦，如此猖狂！我靠，看，哎呀，然后偷鸡从后面放招，好吧，既然你们要拳拳到肉，我就。如你们所愿，牙图，来来来，还有谁？还有谁？还有谁？哎、欸，有了！哇，超多！哇操，爽啊！直接干掉一只，人嘞！哎、欸，索隆单挑，哇，飞走了！不错不错，飞走，我没有那个叠伤。没关系，偷吃奥斗，我靠，是啊，杰哥你完蛋了，敢收割我的分数，来了啊，四只在角落，我靠，狗哥放一招，你们全部到 GG， 哇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就是这里了，流星大火山，哇，流星大火山。流星大火山啊，奥多一只，啊，罗哥，你是我对手吗？我靠，谁呀？哇，雷利，你跑，你跑，罗哥，哎，想跑哇，全死光。啊，红法，不是红法，那个女巫，哎，闪，送一发十，很好跑。哎呦，哎呦。哎呦，你们很生气哦！哎呦，你们很生气哦！你们很生气哦！你们很生气哦！那我290的血，你打得掉我吗？打得掉我吗？哇操！干战斗巴真的比较适合我啦，我真的觉得战斗巴好好玩哦，又没有心理负担，打得又超爽，哇7400，爽爽爽！哇 ，OK 的，很 OK 的，哇好，来最后一场，好嘞，开战啦！全主力对战第三场啊，最后一场我们来爽一爽哇！战斗吧，真的，只要出了我就一定会玩，呵呵，完全没有心理负担啊，完全就是以爽度为主，干爆对面就是我们的最大任务。来，让我给对面表演一下什么叫做完全体的狗哥啊！完全体狗哥，我意义上的完全体啊，因为也没资源。那对面以上还有明哥啊，明哥上次很好玩，卡住那个小出入口，真的是很爽。所以呢，啊，来上面单挑。哎、欸，我知道你想干什么啦，你想干什么啦？哦哟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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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网子，哇！来来来，明哥过来，我靠腰，哇，什么东西那么远啊？哦哟，直接混到里面，哇，直接干爆对手，干爆对手，哇，莫名其妙干掉两只，莫名其妙干掉两只，哇，莫名其妙干掉第三只，然后直接开流星火山，哇，血从870到7000，870到7000，哇，如此猖狂，哎呦，哇，我操，看，哎。这样怎么一波换下来，我们分数是亏的。哇，这样不行啊！哦，哇，他全吃哎、欸！天哪、啊，巴雷特全吃，这么狠！哇，说，哎、欸，没中，反击，明哥过来，过来一打，过来一打十。啊没对手了，全部死光光了。然后还有两只，来尖尾刀，尖尾刀，尖尾刀。
短距离突刺，十八凤凰，哇，奥多两只，哇，爽！哎，怎么喝鲁夫？哎，短距离突刺，哎呀，这鲁夫死定了！啊，一千分，一千分，哇，一千分这么难得，哇，不要给我翻盘就好笑了嘞！啊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好了 ，OK， 哎，错了。好了 ，OK 啦，好玩，好玩，好玩。好嘞，看一下，哇，五千多也还不错啊。好，九千七了，十八万，十八万排第一名了。排万，哇，排一万名哦，天哪！那要报酬，哇，要报酬要前一千名，哇，这个冲就有点过头。好了 ，OK 啦，大概是这样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最主要就是把我们的那个谁啊，我们的漂亮的那个电影版的女角在哪里啊？我们的那个娜美，电影版的娜美在哪里？这里啊，电影版娜美。好了，到时候我们把她练她练一练，然后到时候有空派她出去玩一下好了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啦，给大家做个参考，有兴趣可以抽一下啦，我觉得花个一两百钻收藏一只也不过分。OK， 那基本上支持一下，我先了，感谢收看，下次有人再见。